庐山银滩呀，天天都是艳阳天。早上起来以后啊，都少不了给这个花儿浇浇水啊，看看我们家种的月季吧。这好多都是冬天过来的啊，现在已经啊，枝叶已经很繁茂了，就等着这个长骨朵，还有有的已经骨朵已经起来了啊，这开花了啊。银滩这个地方春天来的比较晚啊，这是我们家种的叫什么呀，是我媳妇种的啊，都是种的是牡丹啊，也没还没有牡丹还没骨朵啊，月季好多都有骨朵了，这不同的月季从不同地方买的啊，去年种下的啊，今年这个葡萄哦，葡萄树啊，这个发绿发的特别晚，去年四月中旬啊就已经有很多叶子了啊，今年五月份了啊，五月都五月好几号了啊，叶子刚冒出来不久。看看那小院子吧啊，再看看咱隔壁啊，隔壁这家呢买了房子啊，也买了两年了，是北京的，这个由于可能没有退休吧，一直啊没有过来常住啊，今年他们过来以后呢，把这院子啊硬化了一下啊，然后呢围了一个栅栏啊，不锈钢栅栏比较好一些，而且呢他们买了一些啊这个叫月季和绣球啊不同的花，大家看多美啊，这么多花啊，他们美美的欣赏了好几天啊，这个五一节过后呢，他们把这美丽的花呢就留在了自己的小院里啊，然后他们就回去了。我们每天都能欣赏到这些美丽的花啊，看着花心情也好。当然我们的花很快也会开的啊，看看我们院子外面吧，都是一些花啊，都是一些花木。这是紫薇啊，这个是什么忘了，可能是樱桃哦。我们种的这些月季啊长得多好，非常非常繁茂哦，就等着啊再暖和暖和花就开了。还听着那边有人说话，过去看看。看有两个人，这干啥呢？哎，你们好啊，你们是这业主吗？不是。哦，我心是这业主呢，这业主哎呀有两年没来了。想看房子。想看房子。对对对。啊，想看看他房子。看看这房子了。对对对。哦，这房子反正两年没来人了。反正我看着没来人，不知道他卖不卖。不知道的，不知道卖不卖啊。行，你们是哪个小区的？是银泰的。银泰的，就隔壁小区的。对对，隔壁。那为啥要换房子？银泰小区挺好的呀。那高，楼层高嘛。哦，楼层高是吧？想换个矮一点。你们在几楼那边？五楼。五楼啊？对对。哦，那真该换换。五楼的话，这年纪慢慢大了，你们多大年纪啊都？哎呀，年轻人呢，他们还有挺大年纪的，七十多岁、八十多岁、七十多岁爬四五楼的那都有。三楼、四楼还可以，你五楼有点高。五楼是有点高。对，你将来越来年龄越大，你爬高楼的话爬不动了。哦，对。就看好银滩了。对，银滩这个住还感觉不错的。哦。你首先那个我这个鼻炎在北京的话，啊，每年三月份、四月份犯得很厉害。哦。鼻的一把泪一把。鼻炎在这三四月份是不是因为花的事啊？花粉的事，这边也有花，为什么这边就没事呢？那我到这个之后，药也不用了，什么都不用了。真这么神奇啊？哎，反正就在北京，每年三四月份就喷药、滴眼药，但是到这里之后的话，嗯，第二天、第三天就不用药了，就不用药了。对，就没事。哦，那还，所以你在这儿，你在这儿买房子多少年了？在这个银滩呀？我是。2009年买的，那是原始房。对，2010年住进来的。2010年就住进来了，每年来多少回？每年住多久啊？
就去年个住的时间长，住了半年。啊，去年住半年。在这以前的话，一年住那么一个月都不错。啊，没退休，没退休。没有。从北京过来啊。对。哎，那你们小区北京人很多呀。就跟我们小区一样，银泰和这个檀香荔湾的北京人都很多。对对对。哎呦，赵哥，回来了你。行。别打扰你，别打扰。没事，你下来上下来玩去啊。行，我这个做核酸呢。啊，你先去。哈哈哈哈哈！没事了，好嘞，好，我没事啊。这是咱天津老哥，可能是刚回来不久啊，又做核酸了，哈哈哈哈哈。对，对，行。哦，这就是说，你们那个院挺好，感觉院都其实论风水啊，你看你们那个山，咱那个长龙山啊，正对的是你们小区。而不是我们小区，但咱两家小区风水都可以，但比较起来的话，你们小区正一些，我们稍微偏一点，啊，差不多，你看我们偏点嘛，你看，很明显我们偏点，稍偏一点，对对对，风水都不错，风水都不错啊，对对，风水对人好啊，没错，啊，就是说那个什么，刚说到哪儿了，我都记不住了，鼻炎嘛，啊，鼻炎，在这住2010年买的房，啊。就是去年呢才发现这个问题，嗯，因为在这之前我春天没来过，啊，春天没来过，没来过就去，你不知道这里的好处，不知道，因为在这之前住的时间短嘛，啊，住了10天半个月都走了，对呀，啊，没退休，春天来了，对，来之后呢闭眼突然间，哎，没问题，没反应了，没反应了啊，今年呢我带着药来的，啊，从北京来的时候，来到这号之后的话又不用滴了，也不用滴了，不用滴药了，对，那就好了。那省药，在这常住的就不用，就省在那个受那罪呢，是吧？原计划明年3月中旬就来，看看是不是这个原。明年就正退了是吧？哎，对，就正退了。你不是今年59吗？对。哦，你看看这个，我们这个楼，就是我们这边楼是入住率很高，这个小区的入住率是比较高的。冬天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楼总共有7户人家。光这个楼就7户人家，嗯，我们的楼到4户，这个楼到3户，那不少了。对，那边的别墅，就是那不叫别墅吧，最头排，那个就是高层的那个洋房，那个127平，那个住的人更多，那个楼都基本上都住满了。嗯，对，那个后勤好，那抢不到，那贵也抢不到。对你看有不是？想要看个一楼，一楼小区你找找看看，反正现在是我们小区啊，我听他们中介讲。是出来一套抢一套，出来一套抢一套，就是不太好找这个一楼。但你看找小户型，可能偶尔可能有高层那边有，就高层的一楼好像有。不着急看看吧。不，你们转着看呗啊。对对对。是，你大姐在北京，在小区，你们小区怎么样啊？现在小区？挺好。你们小区啊？小区挺好。环境还可以。环境也好，绿化也好。我说你们小区。您说我们小区对你们小区对，我们银泰啊对，银泰挺好的呀。我觉得好像你们银泰的这个幸福感很高。我遇到好多业主都对这个银泰对本小区特别满意，说物业也好，说是开发商的物业是吧？开发商的物业，嗯，还是国企，还是国企。对国企吧，它整个绿化呀、管理呀还是比较到位的。哦，对，你们小区这一块人家还是评价挺高的。对，管理还比较到位，人家各种花呀、对各种大道啊，还是对不错。其实我们小区这个也不错。其实咱两个小区都是兄弟小区，都是挺好的小区。对对对，我们小区物业也挺负责。对 对, 对，光在干活现在。现在刚刚的喷药呢，刚才给喷药啊，又是割草啊，这些事情忙，有他们够他们忙的。关键小区太大，他这个人手忙不过来，我觉得。我就看中这个规模大。你要是小区规模小的话，他管理不到位。哦，规模越大的话，它越好啊。咱们这两个小区规模都很大。不仅咱两个小区啊，再往西面那个海之源也是大小区啊。不，它那个就没咱那个。啊，没咱小区漂亮，就是说，对对，但是它那个也挺大，它那个人很多，那小区。对对，规模也不少。对。哎，那你们好好算算吧，看看能不能遇到一个中意的房子啊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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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哎。